中的一条，这一来就中一条啊！看一下是啥鱼，力还蛮大的哈。过来，一条黄大冰，过来过来，大家看一下这条黄大冰多大，我真怕它弄到我的手。大家看一下多漂亮，别刺，放这个箱子里面。大家好，今天下午来这个小溪这个水潭里面钓鱼，然后今天下午天气比较凉快，没有出太阳，如果要是出太阳的话我不来钓鱼的，今天钓鱼我那个伞都没带过来，今天还是挺凉快的。然后咱们接着钓啊，第一条上了一条黄大冰，咱们接着钓，又一条，一条小鱼闹窝。大家看一下，一条这么小的鱼，庞皮呀、啊、我解了，接着钓，又中一条，希望不要露馅啊，两根鱼竿挨得太近了，一条黄大冰，挺大的哈、啊、嘿嘿，这条黄大冰啊比刚才那条要大一点，大家看一下，过来过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，这么漂亮，又中一条，这里面大鱼没有，都是一些小鱼、这是啥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啥鱼，这是啥鱼，这好像不像呆子鱼，这个鱼漂亮，这个鱼就是太小了，放下去，又一条，又是一条小鱼，哎，这个水坑里面大鱼没啥，大家看一下，又是刚才那个鱼，这个鱼不知道是什么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小，这个鱼漂倒是挺漂亮的，大家有没有认识的这个鱼，第二条这个鱼了啊，咱们接着钓，这次好像蛮大的啊，这一条不知道是啥鱼，好像是鲶鱼，一条小鲶鱼，可以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千万不要跑了啊，我没有抄啊，过来过来，上岸，一条鲶鱼，大家看一下多漂亮，这条鲶鱼今天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啊，哎呦呦呦，这鲶鱼要放鱼塘里面去养，养起来，哦，这庞皮死了，赶紧放下去，这个庞皮不要，看一下还能活吧，又中一条，这条是啥，这一条也是鲶鱼，小鲶鱼，这条好小，这么小的鲶鱼，别跑别跑别跑啊，这是第二条鲶鱼，这一条小多了，现在不钓了哈，今天收获还可以，有一碗了，然后差不多快六点了，要去鱼塘里面喂一下鱼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我带了增氧机过来，这个鱼啊钓了不会死，天气太热了，不带增氧机的话立马就会死掉，这条鲶鱼是最漂亮的啊，这条，这黄大冰很漂亮的，带回家，还有这个鲶鱼啊，咱们带回家放在那个野塘里面去养，看一下到年底能养大不，然后这两条鱼不知道是啥鱼，好小，咱们把它放了啊，就两条，走吧，还上了一条小白条，小白条也把它放了，走吧，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两条，嘿，现在回家了，走动，刚好出太阳了，大家好，今天来钓鱼啊，这我姐夫跟我姐
还有我小姨啊，他们去南昌去了，这小孩子不听话。然后今天来鱼塘里面钓鱼，看一下能钓得到吧。我一直好奇啊，我们鱼塘里面的大头鱼到底有多大。大头鱼估计钓不到，看一下能钓得到鲫鱼吧。希望年底的时候干鱼塘这个大头鱼有个3.5斤啊，就很满意吧。其实我们这个鱼塘里面好多人说我们不割草，这鱼塘里面没几条草鱼，然后都是大头鱼。大头鱼的话我们是不喂饲料的，然后弄一些农家肥，因为农家肥它会滋生出那个微生物啊，大头鱼专门吃这个微生物。钓鱼了，有一段时间没钓鱼，开始钓鱼了。刚才在那个猪圈那边啊，挖了一点这个泥，蚯蚓过来，咱们钓蚯蚓。然后这个鱼塘我们不敢养多啊，有些人建议我们在鱼塘里面弄一个增氧器，主要是这个鱼塘里面水源太少了，它靠山泉水，山泉水比较少，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鱼塘存不了多少水，所以我们养鱼的密度也不敢太密了，太密了容易翻塘，这一翻塘啊那就麻烦了。然后到明年再考虑吧，看一下会不会加那个增氧器，如果加了增氧器就稍微多养几条鱼，多养个200条养300条这个样子，也不敢养多，养多了真的我这个地方没有水哈，我这边要是水多水充足的话，那真的那个搞个增氧器可以养3000条，我这边资源不好。开钓，哎呀，今天下午就在这边钓鱼，做了半天终于上了一条土杂鱼。这个鲫鱼不是我们放的鱼苗，是土杂鱼。大家看一下土杂鱼啊，这是土鲫鱼。这个土杂鱼啊，看一下今天能钓到一碗吧，钓到一碗就带回家。大家看一下这水面，哇，游走了一条蛇，钓了10来分钟了，上了2条，刚才一条鲫鱼，现在一条这个呆子鱼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小很小。一条这个鱼啊，这么小，这里面的鱼不好钓啊。这么小的鱼就放了，现在接着钓，钓到5点钟左右就不钓了，到5点钟左右就要去喂鲫鱼。咦，它跑了，脱钩了，钓到5点钟啊，就要喂鸡、喂鸭、喂狗、喂猪了。现在天黑的也快，看一下5点钟之前能钓到大鱼吧。啊，又上了一条，又是一条土鲫鱼啊！快快看，终于上了一条大的，大板鲫。这条板鲫估计有半斤，让它游一会儿。大货，现在不钓了，差不多要去喂鸡喂鸭了。现在5点多了，只钓到了大板鲫。现在去喂鸡了，今天就到这，再见。
走喽。大家好，现在开始喂鱼了。这个头钓机旁边啊，全是大头，然后远一点全是草鱼。这个太阳太大了，反光拍不清。造孽啊！造孽啊！这一只鸡被我三轮车压死了，这是我开三轮车压死的第三只鸡，一只阉鸡，这都有一斤半了，看，哇，可惜哦，可惜哦，喂黑鱼，喂黑鱼，这有些时候啊，开三轮车，这个鸡全在这个三轮车旁边，这有些时候稍不注意就压死了一只，这是第三只，搞不好以后还会有。麻烦你们不要在我三轮车下面哈，等会我开过去压死了我不管哈，跟你们说哈，我不管，走，压死了就算了。这个鱼让它喂着，然后咱们捕一点这个小杂鱼啊，去喂黑鱼。今天还是一样，争取捕个500条，看一下捕得到不。我鱼塘里面这个麦穗鱼还是挺多的，这个鸡想吃。放一点饲料。这一次没捕到多少哈，估计就是200条左右，然后咱们放在那个黑鱼池里面去。你们没吃饱是吧？这两只鹅我养了好久来了。小白，好久没出镜了，好多网友想你了，好多网友以为我把小白给吃了。小白现在过得很潇洒哈，唯一缺的就是缺一个老公，我再帮你找老公哈。你也挺孤单寂寞的啊，这些鸡全跟着我，晚上的时候再吃哈，晚上。现在已经到了，赶紧把这些鱼倒下去。那还没有3分钟就死了这么多，天气太热了啊，下去。黑鱼的口粮，刚才我看到的黑鱼全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追着几条小鱼再吃，一口一条。现在我老婆过来了，然后她把我那些鱼都带过来了，现在我去下面接她。你也来啦？啊？叫爸爸了没？不，爸爸。来，我来了，辛苦了。原子飞得要跟着来。这里面是装的前几天捕的鱼，这个是光和细菌，要撒到鱼塘里面去。好好带，等我走路摔跤了。现在把鱼放下去。这里面有一些黄蜡冰，但有一些不是黄蜡冰，和黄蜡冰长得有点像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像这一条啊，这个尾巴很长，不是黄蜡冰哈，它是牛尾巴，长得像黄蜡冰啊，它可以长到好几斤，网友说的可以长到好几斤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到鱼塘里面，这也是鱼苗啊，它也是吃一些小鱼的。下去，我这里面好多小鱼仔。这个也是咯，这个也是牛尾巴。下去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黄蜡冰，这个就是牛尾巴。那它的尾巴这个好宽啊，放下去。放啊。第四条。卡拉奇。你们先回家哈。我回去了。天气太热了。赶紧干完我也回来。嗯，我到了。
家泡西瓜等着你哈。可以可以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我要把这一瓶啊，这个光盒投下去啊，全糖泼洒。下鱼塘之前啊，断电。哎，这个也是半水。全糖泼洒，还是一样。酷西。你会不会啊？你也太小看老公了吧。我是怕你触电。怎么可能有老公不会的，知天知地啊。才高八斗，学什么来五车，是学富五车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就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你最厉害了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你都不会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呢？是吧？触电了，你想换老公是吧？啊，这你都知道？做梦，这个电触不了我。你小心点，是真的，今天在下雨。我是绝缘体。这个线太粗了。这个地方已经弄完了，然后去鱼塘那边牢靠吧。必须牢靠啊。现在带了这个大灯过来，还有这个线，把鱼塘那边接一下，然后就可以通电了。晚上的时候没事就可以来这边，嗯，手手机直直播啊，玩一玩，钓钓鱼。我看到你录一下夜生活。我看你挺兴奋的呀。啊，必须的，这个灯很亮很亮的，花了我将近，好像去年买的，好像是200多块钱吧。这个大灯很亮，灯火通明。很期待你的夜生活是吧？嗯，我的夜生活没有你。等你来的时候，我半夜来吓吓你，穿一套白色的衣服来吓吓你哈。我马上开启我的夜生活，有没有压力啊？没有，我有什么压力？我有我女儿，我有我儿子，我怕啥？螺丝刀伺候。你弄好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早上饭都没吃，我买了一个汉堡，你吃不吃啊？饿都饿死了。我咬了两口。咬了两口。我就咬了两口，我早上也没吃，好不好？还吃你的口水。今天的你是个电工小能手，邓电工你好。他说通下电不掉。现在这个线啊都接好了，然后我去下面通电，我把这个灯接上，然后灯亮了要打电话给我。但没亮也要打电话给我，知道吧？不管亮不亮，我都说没亮。如果爆炸了，我就死了。啊，就这样哈，我去充电。通了没？没通。放屁！我看到有灯光了。本来是没通，然后我。以后我就在这边开启夜生活，你就好像一把火。以后夜生活没有你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嘚瑟的真的是。大家看一下，好刺眼，好刺眼啊！这个灯，这个灯到晚上的时候，可以照亮我整个鱼塘。这个灯太刺眼了，然后晚上的时候。过来把这个灯看一下固定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，白天的时候看不出效果，只有晚上的时候才看得出效果。咱们断电啊，可以回家了，晚上再过来。这个地方啊通电之后我好多想法的。
想法很丰富，现实很骨感。咱们马总说的一句话很好，他说，梦想要有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比如，我明年的梦想就是先挣他1亿，这是王总说的。现在回家了，晚上再过来。这个鱼塘啊，再过10天就可以抓鱼了，很期待。这里面那条30斤的青鱼，长多大了？你不要30斤瘦成10斤了，怎么可能？这鱼塘又没给什么吃的。Let's go！ 大家好，今天早上来收鱼笼了，放了6个鱼笼，看见收获如何？这边放了一个。这里应该有鸭子光顾了，这个地方。那昨天来的时候，这边的水还是比较清澈。今天早上来这么浑浊，上游有大批的鸭子。别说，搞不好这里有大鱼搞。有2两的虾，几十条虾在里面。鼓楼山泥鳅，它不是我们吧？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个天气越来越冷，估计这个鱼啊都藏起来了。都是虾。哎，都是虾，你还别说，如果都有这么多虾还可以。这条虾在里面，最后一个鱼笼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电线杆上啊，一个那么大的鸟窝，估计里面有不少鸟在。估计还有那个小鸟在。这鱼没搞到啊，差不多就是1斤的虾没有，还没到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啊有好多红薯藤，咱们拿回去给猪吃。有些有这些够一天的，那些还不够新鲜，挖了一段时间，这些比较新鲜一点。现在已经来到了猪圈这边了，然后把这个红薯藤啊剁碎，喂猪了。现在已经剁好了，这些给大猪吃。来，吃早餐了。还是这个红薯藤的好吃。下班了。等到明年长大了，就把它们全宰杀了。母的留下，公的那几头淹了的，全都宰杀。
大家看一下啊，前面那个矿泉水瓶子啊，肯定是种错了啊，一直在动，开始收了啊。这个水潭里面我放了七个叶钩，这个石头缝下面我放了几个，咱们先收着旁边的啊。嗯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哦吼，第一个没有啊，空军。看一下第二个。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这个啥鱼啊？棒花鱼是吧？网友说是棒花鱼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看这个鱼是挺漂亮的哈。嗯，放桶里面，装一点水。嘿，这边看看有没有。哎，这个也有，虎头鲨。大家看一下虎头鲨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虎头鲨多漂亮，放桶里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黄辣丁，这应该不是黄辣丁哈。这网友说这个鱼是牛尾巴，它的尾巴很长，可以长到好几斤。黄辣丁长不大，这个可以长大。大家好，今天来这边收叶钩啊，然后一共放了15个，这边放了7个，然后下面放了8个，还有。还有3个没收，咱们去收，带上桶子去收了。啊，这个应该有，这个矿泉水瓶子一直在动。咱们看一看，啊，有，嘿嘿，我都看到鱼了，好像是小白条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小白条。不要挣扎，小白条一条，这个也有。哎呀，这个肯定上了大货啊！哇，这个是不是上了大货啊？这矿泉水瓶子拉的比较猛，咱们看一下。大家，哎呀！我去，上了啥？看一下哈。哎呀，马口。咦，这条马口好大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条马口可以啊，这么肥啊，漂亮，下去。这边还一个，这个也有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也有，来看一下啥。哎呀，黄辣丁啊，挺大的哈，可以，嘿嘿，遛鱼。别跑，这个不是黄辣丁，也是牛尾巴。嗯，这是传说中的牛尾巴啊。这样，放桶。这个马口啊，一旦钓起来了，很容易死的。今天没带针氧机过来，我把它放了，就这一条啊，把它放了，走吧。这个水潭里面的命中率还可以，就有一个没有中，然后还有几个在那下面，咱们接着收，走路。然后这个树下面放了2个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像都中了哈，矿泉水瓶子都在动，嘿，都中了，嘿嘿，这是一条啥？黄辣丁啊，这是一条黄辣丁，这个嘞。看这个是啥？嗯，鲶鱼，一条小鲶鱼，中了一条小鲶鱼，可以吧？黄辣丁。然后这个桥下面啊，我放了6个，反正这个地方啊。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咱们先看一下最近的这2个啊，这个好像有矿泉水瓶子在动，有哦，有小鲶鱼，大家看一下，一条小鲶鱼啊，可以啊，
不要慌，不要急，看一下这个。哦，卡住了。那也是鲶鱼，小鲶鱼。大家看一下。哦吼，造孽啊，跑了。造孽哦，造孽哦。又跑了一条鲶鱼，赶紧收。不能嘚瑟了，嘚瑟单位又跑了。放桶子里面。哇。然后这边有几个。嗯，有有有有。又是鲶鱼。嘿嘿。又是一条小鲶鱼。放桶里。哎呦。没有鲶鱼，又一条鲶鱼，赶紧赶紧接下来，不能让它跑了，放桶里。现在这个钩子收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收完还可以哈，五条鲶鱼跑了一条，然后几条黄大丁，还有那个牛尾巴，四条鲶鱼啊，可惜跑了一条。现在回家了，走喽。